我们2013年的那个世界及全球及美洲客家垦丁情境大会，很荣幸的呢，我们能够跟美洲的联合会美洲茶、台湾茶，怎么样品尝台湾好茶的那个什么都是，一共有4个不同的专题演讲，好像大家都非常的喜欢。我今天就不讲太多哈。要感谢各位这个芝加哥地区的好多的朋友来支持。我稍微讲一下哈，那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也就更好。在这边的话，我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哈，就是说，今天在密西根州的话，就是世界这个青少棒赛哈，来自桃园县的新民国中的棒球队哦，他今天下午哈获得世界冠军。桃园县的新民国中啊，因为他在中坜市哈，他是以这个主要是客家子弟组成的这个棒球队哈，所以这个也是不仅是这个台湾之光哈，也是客家之光，所以很高兴在这边跟报告这个好消息啊。办事处也是以地主的身份，也是希望大家来这边能够开会顺利啊，精神愉快，这个旅途顺利，谢谢各位。相信能够帮助我们大家消化。客委会的钟副主委上来给我们颁发总干亚军的这个奖品。我们一同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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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做创业，